个球，右边方向的飞球，由外野手推到 warning track， 跳起来，哇，接到了，接到了，被张镇伟给接杀，哇，结果在九局下半，蓝鸽团队留下了一三垒的残垒。左外野方向，最后过来之后是 nice play， 把这一球给接杀出去。啊，这个吴总也是跟这个许继宏啊稍微开导一下了啊。我想许继宏自己，哇，这个球 nice play。花花，哇，这是六星级的守备美技啊！接上了这个界外飞球。通常总监都是在看嘴巴上的跑者，会不会给他一点点动作？林坤生这个球打在右半边，花花 sliding catch 接得漂亮。
朱刚这一方打在右半边，右外野手滑接接近手套里头，花花张政委精彩的 sliding catch。担任台独先锋这一棒，可以说挤压在右半边，左野手跑了很长的距离。Nice play 啊！打第一球，右半边的飞球，要看一下最后的机会是结果被接到了。花花张政委又上演了一个精彩的守备美景。